是我隐瞒你会代价后果，我不知也不想看清楚，我有事买飞想要留座，是我仍是我埋没了良知，我听魔鬼的胡言乱语，但我也被逼不可宽恕，明该如此我会认我输，后补换上我自在要参与，等他离开座位空置，我接棒与你开始，是我和你不甘平凡，呕心沥血故事才够浪漫，到最后能令你舍他而去，敌人就赞我很争取，是你和我不甘平凡，刺激挑战结局有我示范，沦落到多委屈却不为难，谁可还令我心淡，我肤浅，我天真也不知，我早知会牺牲了名誉，是我仍未发现昂贵成本，我贪心，我自负和自满，立心想瓜分他的一半，应该如此我会认我输，后补换上我自在要参，欢迎晒阿 J 关心妍， Thank you, 欢迎晒 Mike 张美达。嗱，今集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双情歌嘛，即系两位其实即系 so far 作品都好多系关于呢个主题啦。咁 Mike 直情系推出两首都系直情系呢个主题嘅，咁当中有几多系自己嘅故事经历过咧？啊！呢兩首都是我自己嘅經歷過嘅故事啦，同埋都是讀書時期嘅一啲好俾女仔傷得都幾深嘅經歷嚟嘅，係啊，我都係讀書時候啫嘛，係咯，同你差唔多，差唔多，我讀書唔係咁噶，我好專心噶，扮曬嘢。咁有冇啲咩新曲風係好想試嘅咧？我就想試一些比較 acoustic 的感覺，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比較多編曲的嘢，咁我想有啲 light 啲簡單啲咯。我自己就當然希望可以嘗試一下啲reggae 啦，同埋 funk 啲啊。咁嚟緊有冇一啲即係計劃俾我哋嘅歌迷可以期待一下咧？兩位今年亦都會嚟緊有一首歌，會係一首快歌啦，有 beat 啲嘅歌啦。咁同埋都希望即係好似阿 Mac 咁，可以成為超級嘅客席主持。這個時候講好叻啊，咪咁我就籌緊明年20周年啦，咁希望可以係開演唱會啦，喺紅館。咁而家都入緊紙，所以希望批到啦。首先要批到先，我哋一集集氣，好啊，好，我哋傾住咁多先，轉頭再翻嚟 Chill Club。